这个操作很简单，但是我还是演示一下吧。这个齿固定，然后开这个槽，12的，放上去。这个板是机器自带的，这个是自己做的，这个也可以自己做的。然后把这个轴承放上去，把这个刀推过来，推过来把这个木头移一下，对着这个边。这加了一个夹子，那不放心的话可以加2个，像这种怎么加呢？可以插到第二个轨道，这样也可以加。好，可以。这也做完了，给换一个地方。换个没划线的地方。这个就变长了。我们再换一把刀具，换一个小的。好，换那个8毫米的刀具。这个就是小小的槽，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操作了。